请看经本第九面第三行，而恒氏生诸佛国土，这是第四啊，随意受生。十种生里面呢，讲的意生生，随意受生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随他意，就是佛菩萨与一切众生感应道教，像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求的人是什么样的身份，菩萨就有能力给他现同类身去度他，这叫随他意，实实在在讲处处受生。而且跟诸位讲念念受生，世界太大了，太多了啊，这个虚空里面实在讲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虚空，那现在科学家讲的，我们只能看到一个频道啊，只能看到一个时段呐，没有办法看到过去、未来。只能看一个频道实际上呢，频道是无量无边啊。时空里面的世界也就无量无边。佛在《华严经》上常用时、恒河沙数、佛刹微尘数，把那个佛刹磨成微尘，用这个数量来形容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是事实，绝不是心里面想象的话，不是的。不是形容的话，不是猜测的话，而是事实真相啊！你看这么多的世界，众生的数量更不必说了，哪个地方众生有求，菩萨就应了啊！哪一位菩萨去应与这个众生有缘的菩萨，菩萨多 啊，这个经上常讲的华藏世界我们就不说了啊，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无量寿经我们念得很熟啊，西方极乐世界菩萨的人数谁能算得清，这么多的菩萨，这么多众生在感应，哪里晓得哪一个菩萨跟他有缘呢？哪一个菩萨去应化呢？这就如同电脑一样，数量再多一毫都不差，那个感应
实在不可思议。所以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要与一切众生结法缘，你法缘结得越多，将来你成了佛了，不必成究竟圆满佛，你只要成分正为佛就行了。分正佛啊，我们华严经里面初住菩萨到等觉菩萨这个四十一位化身大师都是分正佛，你就有能力在十方无量无边世界，你可以应化到过去啊，你也可以应化到未来啊，神通真的是广大，真正不可思议啊！同时还要应无量无边众生的感应，有这个能力，分身、化身，你看经上不是常说吗？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啊！诸位要晓得，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就有这个能力，就有这个受用。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难怪华严会上文殊普贤都要求愿往生。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第二种呢，是随自意，随自意，那都不想生了，哪有那么多麻烦呢？随自意可以不生，可以不现形象。像我们这个世界无色界天人一样，其实无色界天人没有这个显色，他还是有色的，他那种色相因为不是显色我们看不到，譬如人在定中，定中有境界，定中有色相啊。只有入定的人，他清楚啊，别人见不到啊。那还有，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有色相啊。跟我们睡在一起的人，他也见不到啊。无色界天人的那个色相啊，就类似这种的，不是真的没有色，还是有，所以化身大师他可以真正把这个色相啊灭尽。永嘉大师所说的觉后空空无大千，确实能入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叫大涅槃境界，那么这些佛菩萨们住不住涅槃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实在这个话的意思我们要会听，不住生死就是住涅槃，不住涅槃就是一生生，就是一生生的两个意思
随他意不住涅槃呐、啊，随自意不住生死啊。而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是同时的。啊，那我们讲三身呢，就好讲了。化身不住生死，应化身不住涅槃，这个报身呢是自受用身不住生死，他受用身不住涅槃，这很有趣味。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显示出无量的慈悲真实智慧，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超越时空啊，尽未来际，正是古德所说的，既然不动，感而随同。化身无身，无所不生。化身是我们自己，真正之身。禅宗里面常讲，父母未生之前本来面目，化身是本来面目啊。化身无相，能现一切相；化身无生，能无所不生。那么这是讲的一生身，我们现前应当怎么学法啊？跟这个一生身有个几分相应的，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同时都具有好多种不同的身份，儒家所讲的五伦十义，这个给一生身就很接近了。那么现代的社会比古时候复杂太多了，人与人的关系往来比过去不知道要增长多少倍呀！我们以清净心，清净心是最重要的，清净心能生吧，清净慈悲的清净心，常常啊保持自己一念不生啊，在一切境缘当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什么时候做这个功夫呢？静坐的时候，念佛的时候，没有工作，一切万缘放下的时候，啊，整个身心放松，最好啊是静心散步。
啊，这个时候万缘放下了，恢复自己的清净心，用这个清净心来念佛，效果无比的殊胜。啊，这个要平常多下功夫，啊，然后我们在生活里面、工作里面、应酬里面、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的功夫就能用得上。啊，什么功夫呢？清净心。清净心对一切人事物照见呐，啊，跟平常决定不相同的，啊，你自己会感觉到，哎，现在有智慧，啊，从前处事在人间无迷惑颠倒，啊，常随境转，现在好像有一点智慧了，啊，聪明了，清楚了，明白了。这就是受用之处。啊，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对待、去处理？啊，这个就接近一生生了。啊，随他意，令他生欢喜心啊；随自意，清净无染。这就把这一段经文的意趣啊，应用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了。再看下面这一行，啊，第四行，无边色相圆满光明，遍周法界等无差别。这一句经文呢，是说的相好庄严身啊，无边色相，色啊，这个色相啊，无有穷尽啊。在这个大经里面，我们才读到啊，世尊告诉我们，不是八十二相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是的，身有无量相，每一个相里又有无量好啊！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是一般讲经上说的列印身啊，实在是说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所现的身相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为什么不多现几个相呢？为什么不少现几个相？一定要三十二呢？三十三不行吗？三十不行吗？诸位要晓得，佛到这个世间来示现，随他意呀。他意是谁意？佛示现在当时的印度，随印度人的意思。啊，那个时候在印度这个社会啊，他们大家以为这三十二种啊是贵相啊，像我们中国这个看相的啊，哪些相好是贵相，一般人喜欢的尊重的啊。那么世尊世现呢，你们认为
是尊贵的那个相啊，我这个一事情通通都具足，那一样也不缺。所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众生的分别之处。那佛是随众生心因所之量啊，是这么个意思。那么佛在极乐世界，在华藏世界现的这个报身，这个报身也是随他意啊，也不是随自己意啊。那他是谁呢？化身大师。化身大师那个心量跟我们不一样啊，他本身的身相也大啊，他们是以这个相好圆满的相好，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啊。这个相好还放光啊，圆满光明啊，这个光，光有放光，有常光，放光周边法界，常光也周边法界，才叫圆满呢。这个周边法界的意思，我们逐渐逐渐能够体会到一些了，确实是周边法界。那么光照得越远，波渐渐的就微弱了。像我们现在在天文望远镜里面看到的星球，现在能够观察到的星球几乎都是本身呢发光的，像太阳一样啊，不发光的，本身不发光的星球，一定是发光体照着它，它有反射的光我们才能见到。如果它连反射的光都没有，这个星球我们就见不到。那我们现在知道，有几万光年，这个星球啊，距离我们远近呢是用光年来计算，啊，光的速度走一年。几十万光年，几百万光年，几亿万光年，光就非常非常微弱了。啊，真的是周边法界啊！佛菩萨的光啊，强啊，不是像星球发这个光啊，这个光不强。太阳的光不强啊，啊，为什么知道它是不强呢？依报，它不是正报。佛菩萨的身光、放光、正报，比他的光要强得多，这才合理呀。为什么佛光我们肉眼见不到？实在说，我们肉眼的能力非常有限，科学家用仪器侦测到，证明这个光的波度不一样，就像电的频道不相同。光波有长波的，比我们现在能见的这个波度长，我们见不到。
比我们现在能见的这个波度短，我们也见不到。我们肉眼能够见在这个无数的这个光波里面，我们能够见到是很仄小的一个波度啊，跟我们耳听也是一样啊，音声频率高的啊，高音的我们听不到，比我们能听这个频率低的我们也听不到啊。这些音波跟光波啊，充遍在空间啊，尽虚空遍法界，这个是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明了。所以佛的音声遍法界，佛的佛光遍照法界，我们能相信。从科学的一些证明，我们能够相信啊。佛说的这些境界，实在讲都是我们自己本性里面居住的，一切诸法从心想生的，心是一切诸法的根源。心变法界，心所起的作用，哪有不周边法界的道理呢？起周，用也周啊，提用都周啊，这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相也周啊，相也周边啊，所以诸佛菩萨就有能力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只要有感，决定就有应啊，他的感应那么圆满，那么快速，也有个道理，无分别心。换一句话说，才有分别执着，这个能力就没有了。只要没有分别执着，这个能力就现前了。能力是本能，不是学得来的，不是外面得来的。相好庄严身，我们要学啊，非常非常的重要。佛以这个相好光明戒引许许多多众生啊，帮助许许多多众生善根福德因缘还差一点未成熟的，佛用这个方法了，让他接触到之后啊，就能把他的善根福德因缘提前成熟啊，得度的人无量无边啊。所以我们不能不注重相好庄严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晓得。佛菩萨为众生示现，有种种差别不同啊，可是它的用意啊是相同的啊，不同当中又相同的。相同的什么？戒引众生，帮助众生觉悟啊，因此观机就非常重要了啊，这是智慧。一定要对众生的根性
才能够帮助他，才能够去诱导他。所以法是活活泼泼的，不是死代办的。正是这个世间人常说的通权达变，你才能够普度众生，才能令正法久住啊。现在这个世间众生追求美呀，没有一个不爱美呀。可是美而不善，美而不真，美里头没有智慧，有愚痴，你说糟不糟糕的？我们在今天要给他做什么示现？美，美里面有真，有善，有慧，他们才喜欢接触啊，喜欢来修修啊。他喜欢美，你把这个美断掉了，他就不来了。投其所好啊，改他的毛病，这就叫佛法，这叫善巧方便呐。我们在经典里面要学习这些原理原则，体会佛菩萨度众生的身心。所以相好庄严身，我们也常讲啊，招牌门面包装啊，不能不重视啊。妖魔鬼怪他也会啊，但是他那个眉里面没有真，没有善，没有慧。再看下面一句，言一切法如于如不大愿，这一句里面是讲的愿身，志愿的愿，愿身引发了。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引字，他为什么不说说？说一切法如不大愿，他为什么不说说？说只有口业，三业里头只占一个，言三业具足，言是表演的，要做出样子来给人看，这个叫言。佛所说的一切法通通都可以表演了，用表演的方法来弘法利身呢，最高明的。那我们在一般上讲歌舞戏剧，我们佛法里有没有？有啊，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那就唱戏啊，就是戏剧啊。如果有人发心把五十三参写成剧本，
到电视台上啊去演连续剧啊，比我们苦口婆心在这里讲啊，那个效果不知道要增长多少倍呀！啊，应该要这么做法。现在有许多写剧本的人找不到材料，啊，他不晓得佛经里面的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释迦牟尼佛每一次的发挥，每一次的讲经，都可以把它变成故事，都可以把它变成剧本。啊，用这个歌曲来弘法，《大藏经》里面的歌词，我看不下一万首啊，啊，都可以演唱的呀。我看过是《中华大藏经》精装本呢，这么厚的两册，啊，在哪一本的时候忘掉了，全部都是歌词，啊，都是唱的。正式把它写成剧本的，也有归元经啊，这个剧本说三位法师的故事啊，我们净土宗的。第一位是慧远大师，第二位是永明延寿大师，第三位是莲池大师，啊，写成剧本了，也都收在《大藏经》里头啊。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通过舞台，通过电视的表演啊。那么这是说了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这语言是我们自己切身做到，我们生到这个世间来，闻到佛法，明白了，发了大愿了，从今之后啊，我们就干表演的事情，专门表演给社会大众来观看。啊，社会是我们的大舞台，我们是演员一个。啊，一切为佛法，为佛法的，为剧本的。演得要像那么个角色啊，一切为众生，一切为观众啊，为社会大众啊，帮助这一切社会大众。我们表演的目的只有一个，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我们所表演的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我们演这么一场戏。我在讲戏当中常常劝勉同修啊，学佛最低限度要把我们的业报身，我们来的时候迷惑颠倒来的，糊里糊涂来的，那不知道过去，不晓得现在，也不晓得未来，迷惑颠倒啊！我们是业报身呢，随业流转呢，啊，
今天遇到佛法了，明白了这些事实真相，心理上做一个大的转变，把我们这个业报身呢转成愿身，愿身就成愿再来，我们的愿力超过了业报，你就转过来了。每一个人都能转呐，只要你下定决心，依教修行，那就转了。哪些是业报呢？我们用六度来做个比喻。过去我们兼贪心呢，自己有的舍不得布施，叫吝啬。自己没有的，想尽方法就贪求，这是业报心的，业报身的，不知道修善，不知道持戒，念念还作恶，随顺恶习气，这个是业报身的。对人对事对物没有耐心，没有恒心，业报身呐。如何把业报身转成愿身呢？从今之后，我依佛的教诲修布施波罗蜜，你看你不就转业报成愿身吗？原来你这个心安住在六道轮回，现在安住在道场了，这不马上转过来了？过去起心动念皆是恶业，现在我们发心持清净戒，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了。真正发心修学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就转过来了。我们净宗学会成立之后，提出修行五个科目，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起心动念都守着这个规矩，就转了。决定不违犯，转业报身为愿身啊。诸位同学必须要知道，佛讲的这个十种身呢，你一种得到了，其他九种都得到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你想想看，舍弃业报，如法修行，你心地自然真诚清净慈悲，你就得相好圆满身。你的慈悲心、智慧心，时时刻刻像诸佛如来一样，护念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一生生不就现前了吗？一个转了，通通都转了。
不是一个佛的舍身的一个一个修啊，不是的呀，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啊。从哪里转最方便呢？愿转最方便。法愿，我要学佛，我要学菩萨，我的心像佛，像菩萨，我的身也像佛，也像菩萨。我的言语造作也像佛，也像菩萨。愿意发了，生于意三轮都转了。这个是愿生引发了，引一切法了。这个一切法包括我们的生活。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要做得很圆满，没有一点缺陷了，这个才行啊。生于一三业没有过失，所以时时刻刻要学。学习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读诵大乘，我们今天依照无量寿经学就好，华严太大了，分量太多了，不容易抓到纲领，依无量寿经学就好。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浓缩，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纲要，华严经的总纲领呢，佛在经上教我们怎么做，我们老老实实的做，很细心的去做，粗心大意是我们的毛病呢。我们举一个很显然的例子，明显的例子，我们看一本书，看完之后随便往这样一丢，这不是菩萨，不是佛，这不是一个好榜样啊！诸佛菩萨这本书看过了，不看了，一定把它合起来，合得好好的，一定放在那里整整齐齐，决定不会有一点凌乱的。不常看的书一定放在书架上或者放在书橱里整整齐齐，一点都不会凌乱，人家一看，这心里的多么舒畅了，恭敬之心油然而生，自自然然就生起来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做得整齐、端庄。端正庄严，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细节里面养成好习惯。为谁养的呢？为一切众生所养之，不为自己，为自己身都不要。所以随顺自己的意念不生，随顺众生就要做表演，要做社会大众的好样子。
此地的云，云这个后面就是大雨啊，所以佛是用云表慈悲啊，用雨表演法，慈云法雨。你要让表演一切法做给人看，先要有大慈悲心。没有大慈悲心，你决定做不到啊！如布大雨啊！经里面说。毗卢遮那佛愿力周法界，一切国度中横转无上人。这个无上人呢，就是指华严经。那么也有说法云比喻身。身前面讲的身是幻色，不是真的啊。像云，我们看到远看有，近看就没有了啊。相有体空啊，用云表这个意思啊，把说法比作雨。广现化身，表演一切法，就好像浓云密布啊，这要下大雨了啊，就先布慈云，后助法雨。取这个比喻，那么经上跟我们说，世尊乃至于菩萨声闻以及祖师大德善知识说法，一定要随顺众生的根性，然后才能令众生得真实的利益了。随说法，一定要契机。讲到说法，虽然只是说到语义啊，说一条身语义也都包括在其中啊，身要表演了，心里面要慈悲，要有智慧，所谓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方便是智慧，差别智啊，我们也称作厚德智，也称作全智，全智就是社会一般人讲的通权达变，你有这个智慧，你有这个能力啊，才应付得了这一些无量差别的众生啊，种种不同的需求
佛说法，所以一因而说法了，出在一个大慈悲心呐、啊。佛所说的，佛所表演的，能令一切众生听到了、见到了、接触到了，都有所感悟、感应、感通、悟啊、觉悟。啊，为什么能令众生感悟呢？佛有真诚心，佛有愿心。啊，佛的清净平等觉，再加上慈悲愿力，所以能感人深刻。啊，我们今天跟一切大众接触的时候没有感应，啊，粗心大意。不仅是粗心大意，说得不好听的虚情假意，有什么感应啊？这是从真诚心啊才有感应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好，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